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呢，还有个大事儿，那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也就是 RCEP， 在1月1号正式生效实施了。咱说这是大事儿哈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咱们呢，先去云南看一看实施的效果。1月1号，昆明海关签发云南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，云南玉溪恒丰万里花卉有限公司38万元的鲜花以零关税进入泰国市场。在云南河口，海关签发云南首份中越间的 RCEP 原产地证书，一家企业获得5000多元的关税减让。我们企业是从事农产品电商，在 RCEP 实施以后，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关税减让，对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。我们也会积极地掌握规则，挖掘更多的商机。